现在要去机场，要去武汉的路上，一路摇摇撞撞，跌跌撞撞。F 姐，你给我发条语音。行吧，那你到了再说吧。我们准备去打个篮球，然后去找派克特，或者是。派克特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歌手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单曲，这首歌很好听。就孤独的感觉。我把这灯关了，浪费电。哦，是我的 bro 给我打电话了，接一下。喂。喂，咋了？没事啊，我就看一起了没？你待会儿把那个 demo， 把那个 demo 导出来，然后发给我。我把后面那两句给写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导出来给你发。行 ，OK， 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一下。好，你把你写的那两句歌词也给我。好了。嗯，拜拜。都是一样讨厌麻烦，总是希望孤独时候有人管管，但是等我的也是最好的玩伴。尽管年轻，但是早已长到了熬夜，晚上不睡觉，白天不起床。因为每天晚上我要写歌，写得很晚，写到困了才能睡。你看阳光多好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突然想打把王者荣耀。突然不想跟你们聊天了，请叫我大猪蹄子。好烫啊！虽然我是一个南方人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面。相比起拌个面，我还喜欢吃面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用小号偷偷暗中观察的时间了。每天都暗中观察你们发的什么，暗中观察，暗中观察，暗中观察。想往上，想往上 ，Let's battle me。想往上，想往上 ，We keep on dancing。去到上面的上面的，保持淡定，总是放的歌，忘的也特别干净。起飞了。收工啦。现在回酒店，哈！要去西安了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这个电梯好快，我都还来不及耍帅，他就已经到了。我这双鸭怎么样？你说你
你要看一下，一个鼓手，一个书生开始，二十美金。对对对，好，吧。那我就好好帮着。好嘞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来来，辛苦了。感谢谢谢，上班族，上班族。好了啊 ，OK。这个镜头就这么一个要求，我真的不你们这些女生看了也不害羞吗？啊，你看你笑有什么表现？太疼了，我的膝盖太疼了。 perfect OK 没什么跳吧，兄弟们辛苦，走了。Yo yo yo， 我是，现在是五点晚上凌晨5:08，我刚刚彩排完。坤哥，哎，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。啊，提前3个小时啊！我先把那个准备的特别充分。流程我发给你一下啊，好。这次的舞台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表现，反正大家看吧。走起来，耶！5:08，不辛苦。哎，这个响指没打响，打这个。说起来，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，对你产生的眷恋，但猜不到我心情。Baby, you know that, why you never know？ 看起来特别有，不好的全都走。Why you never know？ Why you never know？ Why you never know？Yo， 我是小鬼，我现在演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，回酒店换个衣服，我就要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要回酒店，回酒店之后我就要洗澡，洗澡完之后我就要写会儿歌，听会儿歌，然后我就要睡觉啦。今天演得非常的过瘾，然后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上舞台了嘛，然后这一次也是今年的第一个舞台，然后非常的爽，非常的过瘾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哎，不是这个手，这个手。